吗？不行，太重了，你拿不动。我能拿动。啊！回来了。哎，你干什么去了？出这么多汗。我帮爷爷搬东西了。真棒，是个男的汉。那我也是的。这不是我的。这么好的东西别浪费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你干嘛呢，糖糖？我来去幼儿园，这是我的幼儿园。再见了，妈妈，请管我就有点。棒棒糖，拜拜！我不想要棒棒糖，有没有冰激凌啊？还没上，给我来瓶可乐吧。可乐也没有。反正要啥啥没有，你还开什么小卖部啊你？你不是来买东西的吧？你是来找茬的吧？你看我长得这么好看，像是来找茬的吗？喂，你有茶几吗？哎，你在休息呢？来干啥，小朋友？我来卖雪糕。好。给你便宜点，你好，你吃吧，谢谢你，吃吧。我也吃了，我真吃了哈。我不跟你讲了。妈妈，吃了雪糕。谢谢儿子。哎，天凉了，以后不能再吃雪糕了啊，肚子会不舒服的。才不会呢，我已经蹦。